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观看《最傲》的游戏影片。我自己稍微重玩了一下，然后也上网查了一下，嘛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原来我的东西还没有捡完，就我道具还没拿完嘛，然后道具还没拿完就不能进行故事的样子，所以我重玩的时候我就自己稍微跑了一下。然后一些该看的也看了，还没看的我现在去找了，还没拿到我道具。然后我要说的是，我家外面在施工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的影片，我希望不会啦。他们敲东西蛮大声的，所以我希望不会把不必要声音也录进来。我敢按到外面去了。喂，怎么样？需要拍哦？我拿成就了耶！Stay hungry。你在干嘛？你吃东西都露出来了耶，小姐，小姐，还打嗝了。你看破图了，我游戏破图了。然后我用四川话玩嘛，我以为这样可以让游戏顺畅点，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帮助，还像这样卡。然后偶尔我按下会按到四川外面去，好麻烦哦。如果你不开闪光灯的话，那些可以捡的东西它会特别亮，所以当做是一个提示，告诉你那边有东西捡。然后刚刚那边，我画面有周围有变蓝色嘛？我的荧幕，那个就提示你周围有东西捡，应该是在那个房间里面。我开不到门的，转世圣诈聚会，刚刚跑进来了，吓死我了耶！诶？刚那个，我竟然可以拍！愿意牺牲自我之人的模样，真的哦！愿意牺牲自己哦！哇，敲得蛮大声的嘞，我家外面应该不会有什么，那就像这种特别亮了就可以捡。这个小镇不像表面上单调，乱写乱，还有这世界特色的节目，这节目写着和林也不也困扰着我用。这个我不看过了吗？因为我重温的关系啊，有些纸条看过了。我还没看的，重完之后，所以稍微晃一下，然后稍微晃一下吧。出来了。怎么没有声音啊？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有没有啊？这种声音，我好像逛完了耶。
该捡的我也捡了吧。这门我本来开过的，他会帮我关回去，会吗？不会啊，好像不会。然后再去对付一下小组吧，看你能不能拿到道具。走啊，走，冲啊！还是说小猪它回巢的附近那边会有道具捡？看卡了，怎么还是没有啊？钥匙在哪里？这样的话，我不就重复回我上一期做的事情吗？不能这样啊！还有东西我还没捡吗？我不是都捡完了吗？还有什么还没捡呢？然后我冲完的时候嘛，我从那个车一路跑到城市里面的时候，我才重新认识到这女主的体力。这女主跑的时候会有耗体力了，所以我重新认识到这女主的体力其实比我好，真的超强了。从车一路跑到学校来，只喘了3口气，然后我的那个跑步按钮嘛，一直按下去，按着不放了，就意思就是说，这女主她其实根本没什么时间休息，她喘了一下，然后就继续跑了，啊，体力超强了。还有哪里东西还没捡呢？这边有东西捡，是在楼下吧？这稍微要耗点时间了，耗时间来逛一下，不然都不懂要往哪里跑。上是楼下，刚刚那个地方。啊，喘了，你看，他只要喘几口气过，就可以重新再跑，再出发了。开始跑了，跟我这一跑，又是一个长途。超强！偶尔画面会变蓝，但是我找不到了，我那个道具在哪里？它画面变蓝不是在这个位置，但是它不会告诉你是楼上是楼下，所以要自己去找一下。哦。暂时而已。你不是不会上楼吗？跑了，干超卡了。这一路来有道具捡吗？
我刚刚跑这走廊的时候，好像是有道具的，怎么好像没有啊？有些门看似可以开，但是实际上是不能的。楼上楼下，这边好像有道具，是这位置吗？还是说在房间里面吧？我要切一个道具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这样不是重复跟上一集一样的事了吗？卡卡的，卡卡的，我现在真的是卡关了耶。这边附近有亮蓝光，是因为这是出口嘛，所以楼下就是那个大门了，大门那边会有亮光，应该是这样，不然这附近也没有可以看的、可以捡的东西。这附近又亮起来了，为什么啊？在房间里面吗？在房间要怎样进啊？为什么好像有音乐出来了？刚刚那个房间是在哪里啊？怎么这附近一直有提示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东西在哪里。这是在楼下，那道具在哪里啊？好，好困难哦。好猫哦。有什么路口啊？还是在外面啊？看，不是这里，别再卡啦！
还没有什么东西耶。又要拖一集了吗？不好吧？那个东西在哪里啊？就差这么一个道具耶，应该是吧？差一个。还是说在楼下那东西？又传了。在这附近吧，我记得。怎么没有了？就是在1楼还是在2楼啊？还是说在隔壁房？没有啊，在1楼那个蓝光啊，显得比较微弱。诶，找到了戒指，神秘能量，找到了。原来是在1楼哦，所以现在还是有那个蓝光啊，还有提示在附近。好惨哦，玩这游戏一直卡关嘞。还有超卡的。为什么看到攻略我还是不会玩啊？其实看攻略我也没有完全看完啊，因为我怕等一下我被剧透了。可是攻略就是会有稍微剧透啊。逛了2集了，2、3集了，还是找不到那个道具在哪里？我有戒指，然后嘞，戒指会干嘛？神秘能量。我想看目标啊，目标。不知道为什么出口的门并未有锁上，看来是唯一的出路。家人都不见了，前方的门又被锁上，一直有离开的鬼地方。出口门没有被锁上，是吗？没被锁上吗？自己的课室都不通的嘞，绕个大圈，没办法说从这间教室通过去对面的道路。
有戒指了，我可以拿你的钥匙了吗，小猪猪？我拿戒指跟你钥匙换了，你要吗？换嘛，来换嘛，还没有。然后我刚刚看到 Steam，它好像2月要卖那个弹丸炉破，是弹丸炉破吗？我不知道台湾怎样翻译啦，我是叫它弹丸炉破。这游戏其实不错玩的，是个推理游戏哎，我想买看看。我戒指了，那个钥匙呢？给我你钥匙吧，好卡哦，还没有，还不能拿钥匙哎。这是一个弃坑的节奏。我记得是在这附近啊，我看攻略的时候，应该有记录吧？这种记录功能其实有时候可以做很好，有时候也可以做很坏，就好像这个 JR 嘛。我上次其实玩到稍微远一点了，不是在的房间，我之前在不同房间那边，退出游戏，然后今天进来的时候就在不同房间了，所以这种记录功能也不是很好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我希望有个手动功能啊，手动记录的功能，然后。20分钟了，然后我就在这边闲晃。我觉得我去找下攻略，再看一下好了。这次看完全部啊，不要管有没有被剧透啊，这次看完全部，然后再来玩吧。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吧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